彰化縣婦幼助成會辦理創會36周年，甲第27、28屆的會長交接典礼，同时頒證第18屆忠誠處獎助學金以及校勤獎。活動表揚20名國中甲國小學生，期盼因會當努力向學。彰化縣婦幼助成會辦理36周年，還有27、28屆會長交接典礼，同时嘛来颁发第18屆忠誠處獎助學金以及校勤獎的表揚活動。我们大家知道家里面的弱势，还能够主动的关怀我们。还有第18届的奖助学金呢、啊，颁给家父儿童，颁给家父儿童啊，让这些学生呢来努力，来鼓励他们呢、啊。啊，忠誠處獎助學金是我们董事长的妈妈，捐出来的这个基金，我们已经这个颁证了家父中心等等已经第18个年头，第18次那最主要我们妇幼慈善会就是在办这个爱心慈善活动，包括我们这个喜乐，我们的资产，我们的慈爱，我们慈生，还有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慈善机构，尤其是彰化家父中心，我们每一年都办了好几次的活动来跟他们做一个肯定，跟他们做一个帮忙。妇幼助成会创会以来，但是付出给咱救济金额相当高，帮助真多给咱艰苦家庭。另外，伫个社会公益活动，照顾幼童、关怀弱势人士嘛真用心。即届奖助学金以及校勤奖的表扬，总共有20名高中小学童受惠。大众新闻叶宏如、何美采访报道。